皇陵密报，东陵秘书流落民间。大清最贵重的宝物是在清东陵啊！皇陵你们都敢惦记？挖坟掘墓，断子绝孙，为护国宝历经磨难，连王爷和福晋也死了，这还得死多少人啊！11月30日，爱 TV 戏剧台，把这秘书给我交出来。东四牌楼东，全台首播。